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沟通啊，尤其在细节的那个地方的一个沟通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啊，这个每个人呢，跟每个人这个会有这方面的产生出问题出来。绝大多数就是没有把事情讲清楚，可是也很难啊，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讲很清楚啊，这讲很清楚又怕伤到对方啊，讲不清楚又这样含糊所造成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多看人体啊，要了解沟通怎么进行啊，细微也一定有它的一个道理在。譬如说我们讲这个沟通，这是神经，神经跟我们肌肉之间怎么沟通？他要把这个指令，就是说我们要收缩，这个收缩的力道要多强？哎，是100%的使尽全力呢，还是说哎稍微动一下就可以呢？你一定要让肌纤维，这个肌肉里面的肌纤维很清楚的了解，靠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它的一个神经跟肌肉之间的那个交接的那个点，那交接这个点它会释放出化学物质出来，所以那些释放出化学物质的一个浓度强度就会影响到我们收缩的力道，所以它绝对不会含糊啊，该跟你讲说你尽全力，它就跟你讲尽100%的力或50%的力，就是说浓度就会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就应该跟对方讲清楚，我们是不是一起来努力啊？我们努力一定要使尽全力，100%的力，而不是说我们只是要装腔作势啊，哎，做一点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好。所以那样的一个这个神经的一个末梢跟肌肉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化学物质，其实不止神经跟肌肉之间，这是神经跟另外一个神经之间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它一样会释放出这样的一个化学物质出来，譬如说这是血清张素，血清张素，所以它释放出来以后会让对方的这个神经了解到神经的沟通对话的一个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血清张素的浓度它没有办法维持得很好的时候，我们人会忧郁啊。你说忧郁怎么跟一个化学成分有什么相关？是我们就是一个化学物质啊，影响我们很多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血清张素。哎，所以医疗进步到什么，你就可以透过某些药物把这个血清张素它从在这里要回收的那个地方啊，回收再给它破坏掉的意思啊，那个地方给它阻隔，所以它会释放出来啊，回收的给它减少，减少的结果这个浓度就会增加，我们就会心情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会产生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吃的百忧解啦，很多的一些药啊，很多人吃的，哎，其实背后的一些机转是这样子。所以医疗的一个我们对于一个局部认知上面的一个深刻化，那当然就会使得整个的一个进步会非常多。那你说哎，这个忧郁症可能跟他好好聊聊就会好，是某一些是会这样会好，没有错啊。可是严重的忧郁症我们跟他讲了半天，那个是绝对没有用的，那个、是好像我们胰岛素的血胰岛素的浓度会很不够的时候，那个血糖一定会飙高啊，那时候你要跟他讲我们要这个只是把血吃进去的糖分给他做控制，那是来不及的，所以还是要赶快补充他的胰岛素，补充他的血清张素，这是很重要，现代医疗观念上的一个不同。好，谁没有资格忧郁症？你说这个吧，长得又漂亮，然后这个影响世界非常深远，维多利亚女皇啊，她对全世界几乎都在她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统治之下，了不起啊！那长得又如此的一个标志啊当然这个握有的权力又这么大的时候，大家想她绝对没有忧郁。我跟大家报告，她有忧郁症，有忧郁症啊？有没有什么证据啊？是一个证据，这是她80岁的时候。是19世纪末期啊，1899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他80岁，所以已经掌握权力那么久，那种一个老人非常孤单的那个感觉，在这幅画像里面啊，这个大家可以读出他脸上那份的一个寂寞。所以前一阵子有一部电影叫《女王的知己》啊，哎，有人可以跟他聊天，就是莫大的一个开心的事情啊，其实真正的忧郁的情形，另外还有
还有什么东西啊？他总共有九个小孩，这还不是全部啊，这是还是中间的时候做出来的画像。他的这个先生是亚伯特亲王啊，跟他总共生了九个小孩，所以在生第八个的时候，1853年的时候，这个亚伯特亲王啊，就是亚伯特亲王，这个维多利亚女王。所以你看看郎才女貌啊，这么好的一个状况，他就发觉他妻子不对啊。这生产完以后有产后忧郁症啊，心情很不好，但国家会动荡不安的，因为他权力很大，不是现在的女王啊，那时候是掌实权的哦，所以他很担心啊。担心的时候，他想讲怎么办？所以这个亚伯特亲王也很厉害，他知道医学的一个进步。这个1853，所以1847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发现麻醉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在这个美国麻省这个总医院里面就开始了。用乙醚来做麻醉，开始了医疗现代手术的一个麻醉的一个先河，是非常了不起啊！脖子开刀，那在这个地方滴乙醚让他麻醉，所以他说：“那能不能让我太太，让这个女王啊，在生产的时候不要痛？那是不是她忧郁症会好一点啊？不要那么害怕。”结果他就找来这位医师啊，约翰斯诺。这位医师啊，约翰斯诺，这是英国的医师。刚刚那个威廉莫顿，那是美国的医师啊。但是他在这个麻醉上面也很有研究，他也发明类似像这样子啊，在上面滴一些氯仿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就让这个可以麻醉。结果呢，女王生了以后，他就给她滴了15滴的氯仿，不痛啊，神志清楚啊，没有产后忧郁症啊，这是非常了不起啊。国家当然也就更加和平啊，那个。第九个小孩要诞生的时候，又用同样的方式啊，所以维多利亚女王生第九个、第八、第九的时候就没有那个忧郁症的一个产生。其实约翰斯诺最有名的不是这个，不是替女王麻醉，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最有名的是这个，当时在英国伦敦发生霍乱的一个疫情的时候，当时也不了解霍乱病因是什么，什么病菌，什么样的传染途径，完全不清楚，他就靠这个地图找出元凶啊。他说：“这个发生疫情的这个调查的结果，发现在这个地方最密集。这个密集里面，他们都有共通点，就是在这个抽水机共用这个抽水机啊。所以这个抽水机的污染，他把这个把手换掉以后，就感染就平息掉。所以约翰斯诺实在是非常了不起啊！这个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数据中读出了真正的病因啊。”非常了不起，所以那种传播，你只要阻断了它的一个来源的时候就没有问题啊。癌症它的传播，它的一个影响局部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跑到别的地方去的转移，我们怎么跟它阻断，这也是非常重要。一个60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出现一个症状，就是胃不舒服、闷痛，然后食不下咽。体重减轻，所以给他做胃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黏膜的一些变化都已经非常这个有它的一个硬度在，所以胃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相关的一个位置的时候，这个底下这是大肠的一个位置啊，后面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这个肾脏的一个位置，所以它不是单独的存在，前面这个是肝脏的一个位置啊。那这个病人就给他做这个电脑断层的时候，可以看到正面的地方，胃这个地方肿瘤事实上是蛮大，而且这肿瘤也侵犯到局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腹膜外面那个肠系膜这样的一个位置，它也有去影响到，然后这个局部这个地方，它也有去影响到这边的大肠，然后不止这样子，它还影响到后面的肾脏。因为肾脏就在这个的后面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就是地理位置的一个关系会去影响。你可以看到这肿瘤这么大的一个状况，所以透过这个化学治疗，它就先从这样的情形变成这样子，原先侵犯的一个位置这样子变得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原先对肾脏的那个侵犯的一个情形也变得比较好，所以不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诊断，听到胃癌就是进开刀房去做切除的一个动作，没有，这个因为它侵犯的范围太大，然后先用化学治疗把它控制好以后，再进手术把这个附近有问题的地方啊给它做切除的一个动作。所以看到约翰斯诺，我们对他的一个敬仰就要更了解公共卫生对我们的重要。感谢收看。